你要吃竹竹笋。我。我。好。我要笋头。好，那我也顺便吃笋的笋的屁股，我要吃笋屁股，都没人跟我抢哎、欸，我都吃笋屁股，你们三个都是笋头，屁股都硬，但我也爱吃笋，对，你们三个是笋头的，我是笋屁股，笋屁股那么大一个，那身体跟屁股是一堆，除了笋头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笋身体最多，我就是吃笋身体的。源源不绝的笋子，小梅啊，你要不要换大一点的汤匙啊？家长都在吃，他都吃手。那大一点汤匙给他们。家长，可是他好像很喜欢这一只。是因为妈妈都用这只喂他，他很喜欢这一只。吃蛋蛋，近一点，不要爽。嗯，很好啊。你巧克力在别人家店吃，不然被妹妹看到她吃掉。对，她很爱吃巧克力，她很爱吃巧克力。我也没有叫你现在吃，我帮你冰起来了。我只跟你说你要记得，免得她。你自己吃，好厉害哟、哦！这是比较大的，